多吃潮汕火锅养生，以后带父母去吃。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明天母亲节是不是可以带着父母一起去吃潮汕火锅呀？你从二楼办公室的吗？不知道。哎，你好，欢迎刚刚，欢迎，欢迎新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啊，欢迎。看你俩有一种大笑乐福的感觉，那可把你美的不轻，醒醒，快醒醒，宝子，醒醒！你火了，宝贝，你火了！你很机车耶，谁稀罕你的？你稀罕是？啊、哦，潮汕那边的海是蓝的，沙滩是白色的，是吗？你去过潮汕是吧？我也好想去看一看呀，我很喜欢你呀。你这样吧，偷偷的，我开着嘉华，然后你坐在副驾驶，咱俩不吭声，然后咱俩就走。臣妾做不到，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你有点飘了，我也就只敢娶一个。如果是不是想娶俩来着？卡罗拉生产者，感谢大猪蹄子 LL 的点赞，感谢。没点关注的，我们可以先点个关注哦。对的，关注点一点。感情走得远。潮汕那边菜你们北方人吃不惯，那边没有胖子，是吗？太辣了吗？哎，不对啊，潮汕他们就那个北方，不对，这个嗓子，是不是南方人他们吃饭都吃的那个量是特别小呀？就像北方，然后买菜没买都是那种好几颗一麻袋的买，对，那边然后都是什么一个一个的买，是吗？对。我们天津胖人特别多，天津大麻花好吃呀，我喜欢吃那天津大麻花，还有什么煎饼果子，煎饼果子好像就是天津那边出的。南方好像都是人就是更加的瘦小，对，柔，毕竟江苏啊，就江南那边，然后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那种以山水，就那种就活在就那种古城啊，就这种古镇的这种感觉。对，我们北方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怎么说呢，豪爽一点。不是，他们比较会养生。潮汕那边万物皆可凉拌，那凉着吃可以吗？久了也不舒服，对身体可以吗？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什么炒菜呀、啥玩意儿。北方女人普遍大，他们比较小是吗？ ALLE。 那大家喜欢北方那边还是喜欢南方这边更多一点呀？感谢大猪蹄子的点赞，感谢。你看，怪不得他粉丝多呢。哼，他是进了那种非法的群，然后互关。对，非法群，黄赌毒把他给抓走了。苏宝他阳了。他们这个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啊，没点关注的可以帮我们两个人点点关注哦。我只想要一个温暖的怀抱。我喜欢南方女孩，那我们俩是北方的，合着你就不喜欢了呗？可以的，你们完全吃不了。那都没有味道呀，我是重口味的。河里海里捞出来的，那等于说是吃原味的海鲜是吗？那都没有味道呀。恭喜给你机会不中用，升级啦，恭喜。我是 C， 我在那边待了两年多，又瘦又黑。天哪天哪，可不可以只瘦不黑呀？为啥还能晒黑呀？天天这个防晒没做好是不是？欢迎超级无敌想见景，欢迎。欢迎佩奇奇，欢迎新直播小伙伴们。没点关注的，我们可以给我们点关注吗？天天去沙滩，那你是不是去沙滩捡贝壳呀？哇哦！欢迎孙宁，欢迎文熙，欢迎。我们这里是奇亚直播间，没点关注的点关注哦。关注点一点。从小在南方，从小在南方长。哦，你是北方人，然后但是你一直在长方，南方长方。笑死。疯狂小胖胖。微信朋友们，没点关注的可以点关注哦。对，点个关注，加个团，有事没事同在家里玩。那边大妈，比如我母亲这个年龄，早上起来赶海，戴个帽子，很温暖，是吗？哦，还挺想尝试一下，就早上起来赶海呀、啊，就那种晚上去捡贝壳呀、啊，然后去沙滩上，然后走来走去，哦，好想就是试试这种感觉呀。A.00，欢迎。欢迎新到直播间的小伙伴，欢迎。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呀。泡泡浴场。
我没点关注，一定有大闸蟹吗？对，我也想问有大闸蟹吗？机车也不要再闪进闪出啊，你很机车也。我就觉得他这个震来震去点赞就很慢。一个礼拜就晒黑了，而且食物你们受不了，可能吧，我吃不了，应该是吃不了就那种口味，因为我们这边北方你知道它如果是炒菜的话它可能放一些调味料会比较重啊，我们应该接受了这个之后就很难就是接受食物原本的这个味道。我爱你不问归期，还想远悠然，小风吹了800里，8000里不问归期，我喜欢，而且那边比较排外，不说普通话，两个县之间说的听不懂，是吗？那我感觉我们到那边的话可能就是不太，对，光语言这个沟通交流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大问题了，可能住不来。欢迎 NK， 欢迎我们新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帮忙点个关注啊，那边人会养生是吗？东方的白色星星，欢迎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哦，真累了。欢迎毛，欢迎我，这是我。欢迎欢迎。欢迎点点，欢迎小号胖子。没点关注的，我们可以先点关注，点关注加个团，有事没事常来家里玩。好累啊，赞。真累了，真的。欢迎动一动。活动一下小筋骨，我们动一动，我们比如说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天哪，搁这嗨起来！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你们这会儿都在家干啥呀？我们可以一起一会儿运动一下啊，就是做这个，做这个健身的这个。我们来做健身操，一起跳《本草纲目》好不好？看美女，看美女，天哪！我之前住这个乡下那个镇上都是出海大鱼，每年进不去就是生。那边新妈祖，这个我知道，我那会儿去厦门的时候确实有新妈祖，好多那边有好多妈祖的庙，我还看过妈祖那个电视剧，当时觉得好好看呀。是吗？是那个刘涛演，刘涛跟那个严屹宽。没看过这个。好像 CCTV 几来着，天天播二还是几。哦，怪不得那边寺堂比较多。空的空有十念了残生。欢迎欢迎欢迎新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啊！看这样显得我的脸多小啊！我们北方人受不了的，哪儿来那么多规矩？确实啊，北方这边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大。